尹三儿们，忆往昔峥嵘岁月，老尹爷爷想当年也是叱咤风云呐。师爷，哎，看看你的菜单呗，揭秘一下。这道菜呀、也是我们国宴上的菜，这个以国宴菜单为证。糖醋鲜鱼。对。哎，还有香酥鸭子，它上了啊。上了。这菜单还有很多啊。我今后呢，不断的把我的国宴菜单奉献给我们亲爱的粉丝。对呀、要他们看一看国宴菜，揭秘一下哈。是的。时光不老，我们不散。尹三儿们，退休的老李头又来了，你想我们吗？应该是都想了这啊。我今天还要在家里边做一道国宴菜，糖醋鲜鱼。鲜鱼啊，又黄鱼啊，这都是鲜鱼啊，黄鱼啊，我先把头给它拿掉，咱这清理干净了啊。对呀、内脏、黑膜、骨髓啊，对，这几样，头给拿下啊，拿下。你把鞋刀给它切下来，那头尾是一会儿要造型吗？对，肉给它片下来，这块相对很容易了，是吧？哎，这个很容易。尹三儿们在家宴里头，亮亮手啊，是不是？你别看完了回家不做，我告诉你啊，不行啊，交作业，得交作业。看，你过来啊！拍一拍啊！尾巴这么处理啊？这样反正啊，好嘞。哎，肋骨去掉，刮剩鱼肉啊。哎，这鱼肉也是没有毛刺的，是不是？它没有小刺儿，没小刺儿，吃起来很方便。对，尹丝们一般呢，我看每次啊都是那个收藏的啊，特别多啊，都说下次一定做，这个不行啊，这一定要交作业。得交作业，不交作业不行。回头再给咱尹家军是不是那个粉丝牌是不是抵那啥呀？对呀、你领一下呀。那他肯定了。那么在我的直播中心里边，再一个粉丝牌，大家赶紧去领啊。好，这样才是咱尹家军的人啊。啊，尹家军。这个我开始片了啊，鱼肉。第一刀，哎，这个别片下来。第二刀啊，哎，在鱼皮上。为什么要这样呢？这个片呢稍微大一点啊。对。整一些。第一刀，有鱼皮也要连着，片到鱼皮就行。片到鱼皮，加点底口啊。哎，一勺盐，料酒搁进去，再给它搁点胡椒粉，葱姜呢切点小块。哎，抓的时候注意啊，千万不要狠劲抓。哎，易碎。哎。这样的轻轻的，哎，拌和一下就行。腌十分钟，这样。腌十分钟。我在弹幕上啊，也不断的看，也不断的学习。我老头今年呢，从业60年了，我还虚心的向大家学习。对。不断的学习，不断的进步。对对对，向大家学习这理论知识啊。对了。和实践。好，今天的配料呢，煮熟的豌豆啊。炒好的冬笋，哎，黄桃，煮熟的黄桃啊，哎，这黄桃呢，给它切成丁儿，小丁儿就行，就这小丁儿，哎，不要太小啊，果味儿是吧？果味儿的啊，冬笋，也是切成小丁儿啊。你今天小丽呀、小丁啊，都来了啊，哎，粉丝今天也参与了，那他肯定得有他呀。今天有粉丝啊，对，一起参与这个菜。我就是为了这个哥粉丝嘛，跟大家来个是吧，亲密接触，我还互动呢。那粉丝参加了，胡萝卜给他修成这样，给他让他给他叼住啊，撑起来吧，这个嘴，张嘴一会儿得喷粉丝。我现在换一个糊啊，这是土豆淀粉。这是面粉啊，我给你放试验。加点面粉，这面粉数量要少啊，哎，这就可以了。加水，啊，水也不要太多啊，一点点往里放。我今天用的糊呢，是淀粉的脱糊，叫水粉糊的脱糊啊。炸起来更酥脆啊。对，土豆淀粉
和面粉的比例应该是五比一，五比一，五比一哈，差不多。这搅起来了，哎，哎，就这样，哎，成六哈，咱放点豆油，哎，放点豆油，这个也炸出来颜色好啊，哎，颜色好，好嘞，好，哎，豆油也就是20克，差不多。好嘞，我们现在呢，这个把这个鱼片呢，给它蘸上面啊，先蘸上面粉啊，先蘸面。这样能挂住，对，这都是细节啊，也是。为什么不抓糊？为什么？易碎。对了，这筷子搁里头，哎，快速起小泡，快速起小泡，这个温度就行了啊。脱糊啊，脱糊，炸住啊，慢点。哎，哎，嗯，啊，现在我师爷改中火了啊。哎，改中火，好的。炸了3分钟啊。把这些须子给它扔掉，下里先不要动啊，师爷。对，哎，等2-3分钟之后定型了。师爷，这复不复杂呀？不复杂，很简单。我说复复杂，我说复杂的杂，不复杂，杂。行。哎，给它出勺。第一遍啊，第一遍。师爷，第二遍油温跟第一遍油温一样啊？一样。哎。再复杂，这个鱼的这个特点是啥呢？炸完了之后啊，吃着酥脆。这个中途进来的野生们还以为这是锅包肉呢。但是呢，你用做锅包鱼用这糊也行。啊，锅包鱼。锅包鱼，哎，正好炸了3分钟，你这闭眼睛，这啊，好了，好嘞。哎呀，这个。刷刷的有声，刷刷的。我现在把这个鱼头啊，给它蘸点面，这里头给它拌点面啊，让它，也酥脆呀、啊，酥脆呀、啊。这直接蘸面就 OK 了，是？哎，对。哎呦，这咋吃的饱啊？鱼尾啊？鱼尾，蘸点面。完了，把这个糊，放点鱼糊啊。哎。鱼头打完了，好了，打透了啊。打透了，捞出来。这2-3分钟就行，这样。哦，这红油，尾巴捞出来，给它展现一下去。哎，对。现在我们跟粉丝来个互动，给它抓一下。打粉丝。哎，哎，这块都下去。哎，哎，收火了啊！收火。翻一下子，炸酥脆点啊！好嘞，粉丝出锅了！好嘞，嗯，可以啊！啊，粉丝出锅，配料倒进来，那个汁儿倒进去。对了，啊，可以，多来这些去。把番茄酱给它炒散了啊！好开是不是？好开，啊，米醋，米醋，哎呀，白糖，对，40勺，要想甜，来勺盐，来勺盐，一点水，好嘞，勾点芡啦，加点热油，热油更亮啊，哎，好嘞，现在开始装盘。粉丝来了啊！粉丝啊，这鱼说话了啊！啊，吐粉丝，吐粉丝，这样不能漏到盘子外头啊！蒙汁了啊，师爷！蒙汁儿，画龙点睛之笔呀！哎呀，哎，外边非常酥脆，里边师爷你看、啊，这个肉非常的嫩，对，一点都不老。对，这个菜呢，突出的就是让它酥和脆，甜酸适宜，
对啊，哎，而且口感相当好。师爷，你这个糊太棒了，你再听听啊。哎，我听听。哎呀，酥脆，这是国宴这个要求的呢，从形状上，火候，火候上，从这个支线上，哎，要求的都比较严格，严格。还有它这个，面粉和淀粉的比例，哎，就是这个脱糊1:5，哎，这个非常关键。嗯，这个菜它这个味一点不失这个鱼的鲜味，这边就包裹进去了。对，而且风景口呢，特别适合。关注老眼镜，关注老眼镜，感受烟火气。